BTS 的 Jin 最近出演张度恋的网络节目，宣传即将发行的专辑 Happy， Jin 也展现了积极的态度，似乎要在脱口秀节目上公开更多的面貌。虽然 ARMY 们对 Jin 在节目中会和张度恋擦出什么样的异能火花感到兴奋和期待，不过官方最新发布的一组照片修图过度也引起了不满声浪。 ARMY 认为 Jin 看起来超惨白，和他上节目时的影片相比完全差了好几个色号，不懂节目组工作人员的审美，为什么要把男偶像的皮肤修图成那么白？照片曝光也太亮了，不仅肤色惨白，就连毛衣的颜色也从棕色变成了奶油色。阿米希望这些韩娱审美可以放弃以白为美的准则，俊本来就很帅气，自然的肤色就很好看了，不需要再过度修图。